大家早晨啦！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11:53朝头早，喂，呢单劲喎！之前收到风噶啦，但系咧业主又话冇卖过，后来无啦啦今日报纸又写出嚟话卖咗，都唔知有卖冇卖。你知有时卖咗业主又唔肯认，唔敢肯定啊。咁但系呢个位 OK 嘅，咁啊成交咗3280万，王威嚟噶 ，OK 嘅。咁就上年9月份嘅时候咧，2589万买入嘅，咁之后就转个手，一年后就升咗27%，3280万卖咗出去，租金就系65,000蚊嘅。之前咧系一个时装店咁样嘅，咩 Hello MT 咁样啦，嗰啲平平地嗰啲時裝店啦，咁啊而家就變咗個水果檔咁啊，高級攬係咩水果，唔知係咪日本水果嗰啲嘢啦。咁啊建築面積500尺到啦，咁啊而家有個佢就有個自建閣咁樣嘅，應該唔係入職嘅。而家就一個水果檔，咁啊回報就2.4厘 ，OK 嘅。記住，差物業估價處咧個市場回報咧就係2.4厘，同埋呢啲靚位，講真。靚位就係回報度咧就低啲噶嘛，咁啊即係靚位就回報低啲，呢幾兩厘，差位就回報高啲，3厘4厘，皇后大道中啊嘛，衰衰地皇后大道中，大佬住樓你住山頂，買鋪買皇后大道中啊嘛，咁啊同埋對面嘅時候，我哋有間鋪都2800万之前就沽咗，咁租咗俾呢個樹記呢個嘅富足嗰個嘢，咁所以都靚位嚟㗎，好多人爭嘅，咁所以 OK 嘅呢位，咁我之前錄過條片嘅咧就係皇后大道中328號中原大廈地下嘅 G52號鋪，咁啊門闊13尺，深大概30尺到啦，咁就之前成交過，呢個靚鋪嚟嘅。今時今日嘅時候3280万唔貴啊，咁啊因為鋪市始終升咗啊嘛，咁所以我覺得升27% 唔 I'm not surprised 市值位啦，我感覺一個市值位啦，5.5分啦，但係始終皇下大道中我都覺得呢個靚位嚟嘅，所以5.5分啦，5分至10分超平1分變咯，都5.5分，靚位嚟嘅，各位買家，各位買家。咁轉過嚟望真啲先，呢一個個位置就 Hello MT 呢位，啱啱好多車啊！咁就講緊呢度咧，就原本啊嗰個嘅租約嘅時候咧，咁總之就66,000蚊啦。咁啊租約細節條款嘅時候，再到2021年11月11日咁啦。咁啊影下上面樓層啊。咁啊呢位 OK 嘅皇后大老莊，大大件2600多万抵啦。今時今日先至買到嘅咋。咁啊皇后大老中喎，大佬你買間鋪話俾人知係皇后大老中，即係等於好似你住喺山頂咁咯，住樓型啲咯。你對住個垃圾房都去到住山頂啊嘛。咁呢間鋪咧就是我哋嘅2100万，但係唔使講啦。咁我當然我哋買得入嚟，我哋覺得平啦嚇。咁啊呢個業主嘅時候咧，咁啊都市場度放啦，咁啊都好快就賣咗啦，好快就賣咗，我哋都還口價，咁就賣咗。最近市況比較旺啲啊，都咁都好嘢嚟噶。咁啊呢個位置嘅時候咧，咁啊就市市像一間鋪，咁啊呢度人流又唔錯。咁啊皇后大道中一親嘅時候咧，已經話先利益衝突啦，但係始終皇后大道中我覺得是一個好嘅街道啦。因為呢度咧燈口位又對住呢個上環文娛中心，叫做旺段。咁啊前面有個巴士站係好聚人嘅，我有間日之苑啊，前排有700多万買，嗰時旺市1900多万啊，賣出街賺咗好多倍添，係個但係而家個市差咁樣講啦。咁啊 OK 啊，好啊呢個位呢個靚位嚟嘅。咁啊，真係要我俾個分數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呢個位都2620万。OK 啊，好嘢嚟嘅，好嘢嚟嘅，真係靚，我覺得真係靚。呢個7分位嚟嘅，7分位嚟嘅。諗下諗下咧，呢間鋪都越諗越靚，買唔到咧，好可惜啊！皇后大道中想買到件都冇啊，嚟曬鋪啊，搶唔到就係、是。7.5分啦，7.5分俾到半分佢俾阿面啦。OK 啊，靚嘢嚟啊，買家呢間嘢實賺錢啊，賺錢。喂，好，喂，買家，喂，買家，呢個我真係覺得呢個靚嘢，因為我有品牌嘅，減價唔夠多，我買唔曬呢部啦。啊，呢個好嘢嚟㗎，喂，買家，2600多万，皇后大道中旺位，冇啊，根本冇得選擇，喂，買家，喂，買家。